电视、电报道啦，
出去来吼，啊穿出去衫，啊伫个吼做大路遐，啊单公开单，哦冤家啦，啊冤家甲去用家己开来，你看安尼，咁咪做做歹看，安尼就是无有够甲迄个学佛修行，吼会当接受信徒跟佛的目的，哦咱很多时会使讲是多元化的社会，咱佛教。变化非常的大，但是希望尽量会当保持咱的道风，保持咱的道心，啊，使这个佛法卖较紧佛，较慢就是是要动的，哦，卖佛法是无可能的，但是卖在咱心中吼，佛教叫消掉，所以叫咱会当较保持，啊，到后代后代都咱无法度。有一空，我是希望咱各位呢，大家爱有这个道心，啊，道心坚固，时时修佛教的，起心动念修佛教，不是为着个人，安尼的佛教，而这个佛法，客观就是，啊，我这几句话，讲给咱各位，啊，祝各位法喜充满，谢谢。
长、董事长、云来法师，今天参与法会的各位诸三长老、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大德，大家慈悲，大家好。出家，亲近了很多的大德，常常说我们身为一个佛的弟子，常常要修福慧。他们说，他们能够当一个大德，要经过几十年在那边用苦功啊，用功啊，好像只有吃饱饭，就不利那些的修福慧的心呐、所以过去的很多这些的大都非常了不起，不管是要讲经，或者是要做起佛教的事情，他们样样都通。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明海法师的叔公，就是台北龙吟寺的前方丈，就是贤顿老和尚，他是一个乡下人来出家的，但是样样的成就，不管是要做这些我们道场的服饰法会，一切诵经什么什么都会。所以后来阿姨这个讲的这个闽南话讲经呢、帮他这个讲华华经讲了好几部，后来又在广播电台里讲华华经讲好多年了。这个应该各位如果比较年纪大的，可能以前都有听过贤顿老和尚的说法，所以贤顿老和尚可以说是他已经圆寂好多年了应该是那个时候明海法师应该还很年轻吧所以那个贤顿老和尚我也亲近过他，这个人好像一个罗汉菩萨，什么都好，不管老少啊，或者是有缘无缘，他都是给他，有人家请他，他都是三更半夜他都走着去，所以就一说一个老和尚呢非常了不起。不过现在末法时代这些的大佬已经都一位位的走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静心长老，他也快90岁了，快90岁了，他今天还能够来主持这个这个盛会实在很难得。这个讲起来也是我们明海法师有多生多多年修来的福报福慧，所以他呢在很年轻就这个道场，以前的住心老和尚已经包括所有的本寺的董事会他们呢把这个佛教人士盖得这么庄严所以明海法师也成就了这么了不起还很年轻，所以请他带来当方丈当住持他来的是
没有多久的时间，已经把这个教练社啊，再重新来修建了、啊、这么的庄严。前年来传授了三堂大戒啊，所以大家，我想大家的看上他们明爱法师啊，实实在在啊，在末法的时代啊，还有这位的真了不起啊，可以说是当代的佛教的龙象啊，很年轻呐、啊。我们大家是给我们的明爱法师啊，给他鼓励啊。虽然他有这么福报的，能够来得到这个道场，来主持这个道场。不过呢，明爱法师再怎么了不起，还是还有个凡夫身哈，还是要靠我们大家，不管我们出家的道友，或者是我们的全体的护法，还是一样来保护佛教人寿还有来拥护我们明爱法师。明爱法师就是我刚才讲的玄奘老和尚的徒孙呐、啊，他的师父叫慧印法师，慧印法师给我同这个受戒的时候，在台北师父是我们是同戒呀、啊，他的师父慧印法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信主啊，很老修行啊，真的像一个活罗汉一样。所以我们明爱法师有他的师父，有他的师公，以及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个本寺老前的老和尚还有在座的可能在前生前世都结上这个善缘了。今天他来这个殿山当方丈，大家的肯定他。今天有身为本寺的董事或者董事长，以及今天的舅子，他们董事会的董监事所以在今天这么盛大的来举行舅子，同时他这个法师呢，我想大家都看到这样子。不会说我得到机会了，我得到这样的地位了，好像他也不会有个骄慢啊，也不会广告傲慢啊，说他今天也要报恩所以一个小范围的共生共佛集生呢，也是要来报答他的师长，来报答我们本寺的全的老方丈这个法光法师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董事会我们本寺的所有的信徒他都请来这个应供，所以也是等一个我们刚才送了一两盆金，就是像木莲尊者他一个慈悲的心呢来报答这个佛音，还要报答这个师长的音报答我们的这些的师子的因我想以后在佛教人寿会更大的辉煌，会更大的放大光明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继续的给他帮助让他能够在这里发扬广大，广度众生我祝福我们明爱法师以及董事会的各位还有我们本寺的各位信众，还有各位法师，大家心心住在六十吉祥，我们佛教人寿不光不照发扬广大，谢谢阿弥陀佛。我最尊敬我的法师父金光上人，我们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上元下中长老，以及咱在座的诸三长老，咱的长老呢，
咱在座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大家早安，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首先，非常感谢咱桃园教联社的全体党干事，包括咱的干部，包括着咱的护法居士，大家疼惜，大家拥护，才有今日平安呢。会当有这个机会为咱大家来服务，而且代表着对大家的敬意。所以呢，这次借着咱第十八届党干事的就职，这个一面啊，咱来用福基金，主要呢要报恩着咱三宝，因为有三宝的加持的力量，才有今日会当呢，甲咱大家。智慧，你这个道场啊，特别发的。因为这段期间以来，受到我的法师父净空上人也疼惜，也在，伊时常甲我提醒，就参像拄只老人家甲咱开示，出家人呢，已经爱甲咱这个道心，爱甲顾好，爱为道场发心，爱为。众生来服务，而且呢，咱的中国佛教的理事长圆中长老也对我非常的疼惜。伊时常跟我提醒，伊讲阿明来啊，你袂使咧骄傲，你一定呢爱记得过去你的师公、你的师父是安怎对待咱的大众，你就要学习着因的精神。虽然我比较较年轻。接近到我的师公的机会较少，但是我的老师傅，回应上面呢也真够疼惜，所以呢，我就铭记在心，受到咱诸山中王的疼惜，啊，才会当为咱大众来服务。那这次的因缘，会当来到咱桃园教联社服务这段时间以来。也爱非常感恩着，咱的退去风中发光老和尚，也非常的放心，甲咱桃园教联社，甲这个担当，来互我来承担，我也非常感恩着，伊给我一次的机会，再一次搁再学习，才会当呢为咱大家来效。我记得我的师父也回应上面，拢甲我讲，出家啊，就是要来效。好路就代教，好路的意思呢，是要来修善修福。那因为明白啦，这个福报智慧也非常的欠缺。毕竟咱阁是一个凡夫修行，有真侪不足的所在，所以需要借着咱诸三中老、咱的中老呢，咱各位法师这个修持的力量来给咱普照，才会当咱桃园教联社会当呢，搁在法务上。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佛教的事业当中更加顺利，所以呢，才邀请着哦，咱在座各位法师、义工、菩萨，哦，大家呢可以呢聚在一起，啊，而且呢，千感恩万感恩，非常济感恩，而且呢，爱感恩着过去在佛堂里，当然如我中老、如院长也非常高。栽培过去，伊拢常常会记得讲，一定要亲力耕种。所以迄段期间啊，在佛堂里学习，才有今日呢会当为大众服务的基础。虽然伊老人家伊的失心，目前的因缘哦，比较无多来到现场，也是伫只来代表着对老人家的敬意，再一次。跟各位谢谢，尤其要非常感恩我的法师父净空上人，这个大老远从高雄来到这里，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恩。所有的感恩啊，我都记在心上。那明来呢，日后希望在座的诸三长老再给我提醒，可是我若做不好诶，这个不周转呢。这个较无理想的，希望恁会当把我提醒，我会
要求较低，搁再进步，也希望咱大众啊，啊，多些欢喜。虽然天气较热吼，啊，恁直接坐啊，招待不少的，也希望咱大众啊多多包涵。咱人啊吼，靠机会，靠个变数较好咧。再次谢谢各位，阿弥陀佛，谢谢。愿你光。